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不点闪亮登场。婉容姐姐好，林子宝哥哥好。你 好，欢迎你。大家好，我叫李明硕，今年7岁了，来自河南商丘，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谢谢。啊，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位小朋友，从你的扮相来看，我们一猜你的大能耐肯定是跟唱豫剧有关呢。猜对了一半，我的大能耐是没有啥天赋也能坚持练豫剧。这个听起来有点意思啊。为怎么就没天赋了？不要自暴自弃嘛，对不对？我的眼睛小，单眼皮小眼睛，在我戏曲班里我的眼睛是最小的，一点没遗传我妈妈，大眼睛双眼皮儿。我看看，妈妈是双眼皮是吧？妈妈在哪儿坐着呢？我们来看看。哎，确实是，妈妈是双眼皮的大眼睛。大眼睛啊！那我知道了，你长得像你爸呗。对。不，我觉得我长得像刘和刚叔叔。啊？啊？哎，你还别说，我也觉得咱俩有点像。我跟你说，别看眼睛小，我们聚光，对不对？对，看看泡泡哥哥眼神，眼睛大不大？眼睛大，眼大，容易这个目光涣散，是吧？容易散光。哎，这眼睛大小和唱豫剧有什么关系啊？对呀，有关系。一开始学戏曲的时候，老师说我眼睛小，没有精气神儿。在家练的时候，妈妈让我睁眼睛，我已经很努力的在睁了，可是眼睛小不明显。那你在家妈妈是怎么指导你练眼睛的精气神的？妈妈在家给我点一根香，我盯着那根香看，不能眨眼也不能动，酸得很了才能眨一下眼睛，把我练的眼睛都闭不上了才练出来精气神，是吧？妈妈这招挺管用的吗？对。那除此之外，你在唱豫剧方面，你觉得你还有哪些需要努力的地方呢？我的高音上不去，我们戏曲班里有几个小朋友几次就上去了，我练了好久都上不去高音哈。但是没关系，咱们现场有唱歌的两位哥哥，他们都特别的厉害。我觉得是这样，你可以现场给我们展示展示，让他们来给你把把脉，觉得你的高音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好。这个7岁的年龄唱歌，就按照自然的声音去唱，能唱多高唱多高，唱不上去就降下来。为什么？叔叔只想跟你说一件事儿：过了在变声期之前，不要过多的唱高音，因为唱多了会把嗓子喊坏。其实我小的时候，好多孩子那个声音都比我高。结果现在我出来了，他们都留下了，因为小的时候喊过了，其实嗓子喊坏了。我说的是真话，在你这个年龄能到今天那个程度，宝贝儿，只要努力，你将来会更好。谢谢谢谢谢
谢谢何刚叔叔的这个对你非常殷切的这个嘱托啊，一定要记住。你现在觉得自己在学习方面，有没有一点点自信啦？我有一个侄女叫吴月轩，她好像也参加过《非常六加一》。请问您的侄女儿今年多大？八岁。您今年是七岁。七岁。哦，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大能耐，我跟你讲，厉害了。哦，你侄女儿已经参加过，那作为她的长辈，你觉得她表现得怎么样？我感觉她学的同一段，我比我侄女唱得好。宝贝今天是带着小小的困惑来到我们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还有哪些方面的困惑咱们一并都说出来，咱们今天能够一次性解决岂不是更好？我现在正在练的是跑圆场，跑圆场就是走小碎步，我这个走了两个多月了，还经常跑不好，走个路怎么这么难呀？哎呦，所以第三个困惑是和走路有关系是吗？对。哎呀，那你可来着了，咱们这个台下也就坐的一位走路的高手，人家走路走出了世界冠军啊，这个就厉害了。我们不妨可以请高老师啊到舞台上来给你答疑解惑，好不好？欢迎高老师上场，现场指导一下，来，有请。你看，我觉得高老师走上台来这几步就跟我们不一样啊。其实人都说台下十年功，台上十分钟，你才走两个多月不算时间长，我都走三十多年了，你想不想看我是怎么走的？想。那这样竞走吧，首先是要技术动作要求的，那么两个臂是很自然的，哎，对，在躯干两侧大臂小臂成直角，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出腿，脚往前是脚跟先落地，哦，脚跟落地，膝关节要伸直，对，然后呢，再滚动到前脚尖，然后再蹬出去，哎，所以说基本要领我教会你了，那么你要跟我学着走一走，来，我们绕着舞台来，好，开始，我们一起来啊。脚跟先着地，对。然后依次啊往前脚掌把它送出去，小朋友这个步伐很快啊，我发现，哎，我觉得小朋友你这个不是太像竞走，你这还有点像跑圆场。您说你觉得你的小碎步走和我们竞走比哪个更难？我觉得竞走比小碎步要难100倍，是吧？我还是好好走我的小碎步吧。啊，我是12岁开始学习竞走的，最初我12岁的时候学竞走，一天是2堂课，早晨和下午加一起的公里数大概在10公里左右。随着我年龄的增加和回头就是运动成绩的提高，我最大量一堂课会走到30公里，大概得3个多小时，就一口气儿不间断的去完成它。有的时候走得多，脚趾盖会被挤紫了，然后不久就会脱落，还有脚会经常打泡。虽然这都是常态化了，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过，我觉得也是为了坚持心中那个梦想而一直在努力。所以明硕，我也希望你要坚持和加油，永远地奔着自个儿的理想和目标去前进，加油。好的，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高老师，谢谢您。谢谢高老师。那我们为每一位啊来到我们舞台之上的小朋友还都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非常少年杯，它也代表了我们这个舞台对你的肯定。那接下来在小不点大能耐这个展现环节，你准备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呢？我准备给大家表演一段穆桂英挂帅。好。那让你的老师还有你的侄女啊都一起好好的欣赏一下啊。一起进入下面的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圆梦外的三声
谢谢宝贝儿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啊！来，我们来听一听老师们的点评。我觉得我们李明硕小朋友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自信。眼睛小怎么了？眼睛小，化妆师可以帮忙，但是眼里有神儿得靠自己了。尤其你最后的表演，那个感觉特别棒，很有这个穆桂英的那种风采。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越来越行。谢谢谢谢，希望你带着这份韧劲和自信去面对未来的人生的道路，好吗？好，加油！接下来有请李明硕小朋友领取你的非常少年杯。